这也太霸气了，而且不只是 EP，连 CP 都没了，有没有？全部被吸干了，哇！哎，我刚真还没发现，这个设计真的是霸气霸气！再来叮叮叮。剩下最后一个祭坛签就在这了，看那边的惊叹号在别边，但不管，我记错了，哦，拍水了，好了，我听他的话了，瀑布前，瀑布前。对，黎恩刚，一切都被吸光了。在深处，你没发现我？错啊！我们刚黑色石书也要记得。就顺便每一个都啊，对，微微也有拍照。这个就没有，我很喜欢，最是珍惜一辈子。有这之前的，好，就第三个文章有来了，只要拿出来，哔哔啵啵哔。感觉应该啊，其他的文章，我们先到那个巨像前吧。那个地方我们之前没走到过，居然我还想说在巨像上面，说不定就可以看到些什么啊？不让我们走的那一条嘛。哦，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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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回到洞窟前。我们进洞窟。那时候有一条路不让我们走，现在就可以了，右转。一切都有了，都懂了。跑啊！強そうな敵。算了，打过的就不想打啦，完全不练等级啊！算了，爽啦！挡路的恐龙，哇，也超多！想说勉强打一下，就来一堆。直接起风了。8000左右，感觉跟我所想的还是少了一点。啊，对啊，毕竟因为太刀锋起风了，僵直减少，但是没有伤害的提升。救命！よし。啊！崩れた。やい！とどめだ。行きます。用力打！今です。いただき！再起一次风，都是我们的回合。跟黑兔一起揍爆他！用力！哎呦哎呦，很棒很棒！打爆他们！啊！
过，感觉李恩的 CP 好像反而比原本少吗？不太知道，没关系，继续走。这里怎么了？哦，洞穴屋哎，好神秘啊！百年以上，然后都还没有倒哎。上面有惊叹号，所以他有可能不让我们往前走。没有，这在大石头的后面，这里应该不让我们走了。好，都让我们走。啊，死路了，死路了。啊，所以还好我先来这里啊，有没有？先来这里偷个宝箱。呦呦，潜龙谍影，克界灵，看一下哦 ，ATS 加30，十属性魔法加30，哦，哇，这是不仅是那个嘞，就是，哦，我之前也有拿过类似的啦。啊！被看到了，逃不掉，只能打了，只能用力的打爆他们。break 无月一闪，来了 S 的伤害啊，没办法打三只啊，这可以打三只。盖伦城堡，让你们看看黑兔的超级魔法，杀杀杀！10000，抱歉。所以少了那个 S 还是有差。打爆他们！哎，最后两下都不给了。从那里那有破防的话就不错了，又补回来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开了宝箱，有我们还是可以爬上去。现在打怪的那个经验其实就还好了，因为一开始等级比较低，现在已经升了一些，还行。这里没错，团团不要看我哦，挡路的团团，过，直接跑掉，金三啊！九起，噔噔噔噔噔噔。打死不会追击哦，之前都没有注意到。哇，这里真的是狂补哎，这样很暴力哎，那岛上的一些石头就直接全部都敲坏了。来，第四个点，正常是
结界通常都是三个，那竟然是四个，四方结界。满足条件了，遗迹，没错，一定就是那里。一定开启了些什么。好，我们就去用自己的眼睛来目睹。船过去我怕直接就有什么战斗，毕竟那里再怎么样都还是有个存档点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样直接船过去要小心。破防那下跟打死那下都不会追击。好，了解。这很像以前的那个我们四处跑的那个地方，忘了怎么说。那直接就跑出来了，嘣！比较像是地属性的。对，精灵洞窟啊，鬼机的是精灵洞窟。应该说闪鬼的是精灵洞窟。这个各种都有啊，空轨的时候是塔，然后灵璧轨的时候也是比较像是这种的遗迹，然后闪之轨迹叫做精灵洞窟。什么？明利亚姆怎么有办法进去？这样感觉好像是被拐进去的，怎么会自己的腰包都丢掉了呢？哇，感觉是有没有？这东西绝对不可能自己不小心遗失啊！再怎么样都不可能啊！还是要保持冷静。現時点を持って非常事態が発生したと判断する。前方有问题。宿泊小屋に待機。演習地方面への連絡を頼む。他们一定不愿意啊。おい、そいつはお一人で行くつもりみたいですね。はあ、すまない。だが今回は今までと状況が違う。毕竟考量到对方有没有能够击溃米利亚姆，可是再怎么样人多势众啊。あのミリアムが自力で帰還できないほどの何かが待ち受けている。今回ばかりは。冗談じゃありません。だからこそでしょ。こういう時に私たちをうまく使えなくて、何が七組共感ですか？这个说法太棒了，对不对？嗯，我们也是战力啊，你没办法运用我们，那代表你弱啊，对不对？什么一人承担一切？今のあなたが冷静だとは思えません。直接被学生们呛爆了。未知の領域に一人で踏み込む危険は。あなたが一番分かっているはずでしょう。教官の霊の力も奥の手、そうそう多用できないのでしょう。救出確率を上げるためにも、サポートはどう考えても必要では。大家都会说话了。それは、私は別にミリアムさんのことを姉妹とは思っていません。でも、それでも。どうしても放っておけないんです。教官のことを。あの能天気でお姉さんぶって。でも、私とよく似たあの人のことを。ハル。そうか。そうか。てめえに何を言われるまでもなく、こっちは腹をくくってんだっつーの。だが、軍官学校、对不对？大家早就做好觉悟了。気にしてるならとっとと言えや。冷静下来。やっぱり俺もまだまだだな。命令を訂正する。総員、最高レベルの戦闘準備を。念のために演習地に連絡し、バリマールを呼んだら突入しよう。哇，瞬间理智的判断，对不对？联络演习地，等召唤瓦尼玛后就攻坚。每次都是怎样出事？瓦尼玛，
哎，要多久啊？两分钟哦，好。先召唤，对，很重要啊。それでいいんだよ。よし、早速準備を整えよう。もしもし、リン君？トア先輩、至急各方面に連絡してほしいことが。理智的判断，终于理智了。嗯，对啊，之前那个瓦尼玛来就说两分钟，我大傻眼呢，想说瓦尼玛不是会就的过来吗？没有，两分钟。嗯，瓦尼玛在飞了。妈看，有飞机。不是，那个是灰色骑士。哇！